手工长知识。樱花源于中国而非日本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，皇族宫苑就已经种植樱花作为宫廷观赏之用，唐朝时已普遍栽种在私家庭院中。唐朝白居易有诗云：一枝官舍非吾宅，且山山樱满院栽，上左近来多无考，少应四度见花开。